多呢啲，你成日你應該咪食完啲嘅啫，食完啲嘅。阿蓮，嗰度有錢嘅，係啊，嗰邊係唔係啊？唔係啊，冇。嗰個男仔製作最嗰度係第二個，我哋喺嗰度啫。睇片係知㗎，嚇？睇片係咩差別咧？睇片咧，我哋啱唔啱㗎？可以影埋我自己嘅啦，可以。咁你去埋喺之後，等於有個攝影師喺上高嚟。今日你有你好攝影相機，你攞唔到我咁樣角度。你一路影一路行，你可以係影幻想。部分就好精彩啦，跟住爆曬。